了哈，登山来这一。他还会讲广东话。是啊，很不简单啊。嗯，登山。为人嘅眼神令佢一见难忘，哇，可唔可以望多我几眼啊？千面娇娃啊，是啊，从此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地区和我们内地在着装方面还是略有不同啊。嗯，没错。邓莎，你看同样是参加比赛哈，今天站在《红楼梦》